了大海。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及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担也越来越大。海洋污染、森林的过度采伐、垃圾的增加等等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情况，都使得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而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更导致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为了舒缓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呢，国际间许多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出了各项倡议。而为了呼应这些国际倡议，台湾如何透过我们的对外援助工作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请李百博副秘书长跟我们分享。秘书长您好。你好。那时间很快哦，那我们又走进了重要的一个援助领域，环境。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其实跟我们人类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尤其前阵子媒体报道，就是因为中南部有一些水库啊，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雨都不下了。对。那有一些水库就是水位很低，影响了就是一般的民生用水。对。因为气候的异常，未来这个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的恶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副座，除了气候的问题之外呢，有哪些因为人类发展而造成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我想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已经提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人的关系啊，所有这些环境的问题都来自于人。现在全球的人口有78亿啊，在这个世纪末，就是2100的时候，它的人口呢会超过110亿到120亿之间，所以这个人口的暴增呢，会造成附带的很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里面呢，就好像刚讲的城市的快速的扩张，人会往城市里面去挤，挤了之后就有些的废弃物啦，然后呢大家吹冷气啦，然后有这个二氧化碳。甚至于在上面跑的这个汽车啦，公共运输的这个工具等等呢，就形成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啊 ，GHG。如果说以工业革命呢，18世纪工业革命1751年到现在来讲的话，整个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现在比起1751年之前呢，多了好几倍的二氧化碳的量。所以这个二氧化碳的造成温室效应，然后后续呢有一些极端气候的发生，一下台风，一下地震，一下飓风、海啸，甚至于有的地方淹水，但是有的地方3年来都没水，这一类的问题啊，事实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就是人多了，就会开始去找要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呢就把这个树啊就砍掉了。砍掉变成房子，去森林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去森林的话，它有两个，一个为它居住所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要生产粮食，而且要牧场、畜牧场。因为砍伐森林之后，整个气候呢也变化很大，就像巴西啊，像这个印尼啊，热带雨林都是从高度经济活动的破坏之后呢，就会变成从森林转变变成为沙漠。其实人类为了要寻找这些居住的环境，反而最后到未来这些生存的环境越来越限缩。副座，国际间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系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把它变成一些学术的研究在讨论？对，有关于这个环境的议题方面呢，就是人类开始会感觉到这个环境跟我们这个自然资源之间的一个约束限制之间呢，就是人类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啊。这个方面呢，应该是从1798年就开始了，因为这个马尔萨斯人口论，这个粮食是用算术级数在增加，可是人口是几何级数，到最后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些落差，就是粮食的生产没有办法供应到人类的所需要的。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呢，就提出有关于极尽的春天。当时候他就提到有关于杀虫剂的问题啊，这第一次提到这个去影响到整个环境。那根据这个之后呢，这个美国政府认为也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在1970年也他成立的所谓的环境保护局，这也是全世界的EPA 的第一个这个国家。然后在1972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个首都啊，就是宣布说人类环境会议，那么有人类环境的宣言啊，从那个时候呢，对于环境的议题里面更加的凸显啊。十年后，在1983年，联合国成立的这个世界环境的这个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里面呢，是制定有关于这个世界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不过，这个真正的就比较台面的话，是到1987年，他发表的这个我们的共同未来，正式把这个永续发展啊这个概念把它台面化。然后呢，90年之后呢，就是成立的这个环境会议，在1992年的时候呢，有所谓的这个地球高峰会议了。好，到1992年的5月呢，就成立了这 UNFCCC。是。然后这是再隔一个月，就是1992年的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啊，就是有这个第一次的地球高峰会议。当时候它的主要的议题是在生物多样化。当时好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文件。对，哦，有总共有5个文件都在这个时候去发布啊。好，到1997年有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它跟前面的第一次高峰会议的5大文件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些文件，就是当时候也是有关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啊。对。那 climate change 里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气体的排放。所以在京都议定书里面呢，就确认有6种的温室气体，其中最重要当然是二氧化碳。所以京都议定书是将这些气体的排放确定了它减量的目标，对，对，而且是根据 OECD 的标准，当时是希望就是定出一个标准。不过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大的共识。对，然后2000年有 MDG。是啊，那 MDG 里面的这它的 Goal 7就是有关于环境的永续啊这一块呢，也会列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楚。然后呢，在2002年，就是第二次的地球高峰会议啊，会写一个叫 Rio Plus Ten Rio 的后10年，在约翰尼斯堡主题就把它定永续发展。是，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布吉纳法索，当时候的巴格雷肯区啊。就是曾经在地球高峰会里面被定出来，就是永续发展最佳典范。对，然后再过10年，就2012年又回到里约，就是第3次的地球高峰会，就是 Rio Plus 20，后20年了。不过这个20年倒是蛮重要，就是说当 MDG 到2015年要结束的时候，当时发觉到不太够。所以因此就要有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2015年的9月会有 SDG， 就是在 Rio Plus 20的这一次会议里面做的决定。那同一时间在2015年说在巴黎的在 COP21 有巴黎的气候协议，那个时候的会所的 NDC， 就是这个每一个国家里面呢，它会定出它的自主排放的标准。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甚至不是 UNFCC 的会员国，但是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台湾是排名第19位。那第二位都很清楚，一个中国，一个美国。那我们也自己定出来我们的自主排放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希望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全球的气温的平均气温呢，在本世纪末之前不能超过2度。后来隔一段时间也有发现，2度还不行，要降到1.5度。然后最近2021年就是4月的时候啊，就是在美国是由拜登政府啊，就提出来有关于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领袖级的这种线上会议了。同时也定出，就是在10年之后呢，他要按照这个当初2015年的
巴黎协议的时候要减少它的目前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50%。那有一个新的名词在巴黎气候协议没有提出的，叫零排放，到后来专家就把它定义叫做碳中和。那其实巴黎协议是在2050年就要达到碳中和，就是所谓在整个这个环境的这个议题上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就刚才您提的这么多，您觉得有哪些面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哪些是特别重要？那我想分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极端气候。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啊，然后呢全球暖化的现象的啊。所以你知道在全球的这个整个地球里面呢，一个叫暖流，一个叫做这个寒流，那这两个它本来是很正常的在运转当中，它现在因为温度气体排放整个温度上升之后啊，连这个暖流跟寒流啊都脑震荡都变化了，就是造成所谓的极端气候。你还记得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台湾也有碰到相同的情形，我们当时就把它称之为霸王寒流，常年在平地没有这么低温过，只有2度。第二个是刚刚说它那个水资源的问题，因为水资源它的分配不均的，整个这个气候变迁之后，所有的这个气候的这种惯性异常，连这个水的部分呢，该来不来，所以气候异常对水资源的冲击特别的大，过去比较不会意识到这样子的运动情况。是，那除了这些气候啊、水资源，还有哪些就是很重要的议题跟环境有关？是，在谈到这个气候森林化的问题，在全球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一个是热带雨林。是第一大的是在巴西的亚马逊河，第二大是在非洲的中非洲那一块的这个热带雨林刚果那一块，然后呢再来就是原始林，原始林就是在巴布亚纽几内亚跟印尼，在印尼的阿里曼丹那个地方呢，他把森林砍掉以后去种什么，种这个那个欧柚旁，整个森林通通被砍掉，砍掉这是这个非常严重。森林就是可以净化空气，甚至涵养水源，对人类就是为了要水土保持，没错，维持生态。因为里面有很多物种，对，对于维持生态的平衡和稳定是很重要。没错，那去森林化，这个影响层面更大。对，那森林被砍掉以后，下一个最倒霉的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始的栖息地没有了啊。本来在全世界的这种动物有200万种，这个植物有40万种，加起来大概240万种。但是也按照这个联合国的统计，这240万种里面有将近100万种的物种，就是动植物的物种，已经在濒临人类啊。有些时候我们的活动里面更好玩，就是说你看大概有6000多种的蔬菜品种，但事实上只有全十种在吃，最常只有十种，其他连碰都没有去碰到。比如说番茄啦、甘蓝啦、青椒啦、辣椒啦，这十种，其他人是从来没有去碰到。畜牧作物啊来讲啊，只有5种，牛肉、猪肉、羊肉、鸡肉跟鱼，这里的肉这样子，鱼也是一样，6600这个多种的鱼种里面，只有就是少数那几种。代表是这整个这个物种在无形当中呢，除了人类的活动，就越来越少。叫做就是生物多样化，就您刚才提到，我们选择其实有很多物种，选择的大概集中在某些对项目上。对，那这样子对于就生物多样性到底有多重要？如果集中在特别少数的几种，有什么影响？哦，这个影响非常大哦，这个、影响大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像养猪，最近呢，你会发现有什么非洲猪瘟，一些的这个传染的，就是说的猪瘟的这些的疾病里面，瘟疫这些等等的。光一个猪就是一个例子，就经过这样的科学家这样找以后，才发觉到它的这个基因里面抗病的基因，就是在50年前的肚子垂到地上那种黑猪，才有那个抗病的基因。
可是很可惜的，这个基因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物种濒临灭绝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由于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新型的疾病里面呢，这种原始的抵抗能力里面呢，其实都是在我们周遭的一些的物种里面可以找到。可是这些周遭的物种都是在人类这个活动破坏到它，让它没办法生存下去，让它的生态体系变了，产生了质变，而且已经都已经消失。even 我们现在发现到这个情况，要去设基因库，196度 C 以下的基因库都来不及，因为以很多物种都不见了。这我想就是在生物多样化里面呢，对人类不管在粮食方面，不管在疾病的管制，还有在这个健康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危害。那除了森林啊这些水资源，你看有还有地球表面占着很大的面积的海洋，海洋的部分的影响。海洋事实上也非常重要，海洋就占了72%。那我们最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呢，是来自鱼产品哈。那鱼产品有从鱼捞，有水产养殖。现在我们在鱼捞跟水产养殖，在一年当中呢，大概生产18000公吨的这个鱼产啊，鱼肉是蛋白质来源是最好的。再来就是第二个选择是鸡肉，难怪就是也按照联合国的统计里面呢，最近几年就是有关于肉类的这个成长幅度啊，以鱼肉是最高，占了13%。那这个蛋白质来源这个部分也就是来自于海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珊瑚的问题。珊瑚礁18000万公吨的鱼产品当中，有1/3是从珊瑚礁鱼类，那是它很好的栖息地。对，但珊瑚礁人类要去污染它，垃圾乱丢了，甚至污水排放，工业会甚至于石油之类的，都很容易造成这个珊瑚的白化，白化就死掉了。因为河水酸化，对，河水酸化，所以鱼类、藻类的生存空间也严重的限缩，所以他们没有地方是好好的活下去。对，没错。所以人类食物的来源也严重，对。我们友邦国家集中比较密集的这些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甚至太平洋岛国，对，其实对于气候的影响，他们遭受的冲击最大。是，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一些环境领域的这个计划来协助他们去面对这样子环境的冲击？我想我把它分为这个4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有关绿色能源部分，比如说我们跟欧银合作的，现在这个能源的议题啊也是蛮重要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而且产生了二氧化碳的气体里面有80% 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所以如果要降低二氧化碳浓度，第一个就是要先就把这些化石燃料，这个石油、天然气、煤矿要降低，甚至最后不要用，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二氧化碳减量。比如说在跟欧银的绿色能源里面，摩尔多瓦城市里面就用这个 LED， 对，而且它所消耗的能源比传统的灯泡里面要少很多，大概只有25% 的这种能源消耗，甚至同样的有这个废气的转变变成为这个可以使用的再生能源。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在这个马绍，它有这个计划里面呢，也是针对在能源的议题，把家里面的一些的电器用品如果是老的不要用，因为它很耗电，所以就是更新。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贷款给他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那连同缅甸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村庄里面450度过去到晚上的时候都没电，现在因为有集中式的太阳能之后呢，他晚上可以供电，家家户分给他2颗的灯泡，那公共地区庙宇里面呢也都有这个电力的来源，但是都是用太阳能。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调试的，举个例子来讲，在欧银里面有气候高影响力的这个基金，这个气候高影响力是来自于好几个这个建筑国，建筑国是形成这个基金，然后
那也是针对气候变迁里面的所谓一个调试，因为呢气候变迁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应付的方法，一个是减量 mitigation， 一个是调试，再来就是韧性建立。这部尤其在调试跟韧性建立里面呢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就是圣克里斯多夫也是一样，在利用着因应气候变迁的一种调试能力的这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在减灾跟防灾，比如说在比利时，因为它受到飓风的影响，每一年都有几个非常脆弱的点，这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早期预警措施啊，等于是要做一个防灾减灾的预警措施啊。那我们跟这个防灾防治中心，还有这个国家实验研究院，我们都有一些的签约，然后呢有合作的一些计划。尼加拉瓜也同样的，对，有防灾减灾的，这里应用的所有的这个 metadata， 预先的去设定它的这个在一年以来在什么时间点里面呢，它的飓风即将会来临，它能预做判断，建立早期的这个疫情系统，然后有一个防备的措施。就是我们运用我们台湾的这些已经做到的灾害防救预警的这些 APP 或者是系统，运用在流浪国家，协助他们对抗这些气候变迁，提升他们的韧性。对对，第四个部分呢，是属于其他比如说像废弃物的处理。我们第一个环境的计划就是尼加拉瓜跟洪都拉斯的养猪计划，它会有废弃物，那这个废弃物你倒到河川里面就有河川污染，所以现在把这个废弃物做固液分离，对对对，那固体部分让它发酵，还可以变肥料，还有天然气可以煮饭，还可以发电，那水的部分再把它稍微处理以后可以回收应用，至不敢特，但是至少可以做灌溉用。是，那像巴林的话有城市绿化，但这个美化等于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的肺一样的，只要让它这个二氧化碳的吸收，让二氧化碳减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岩洗班。是，刚提到这四大种类的这种的合作计划里面，岩洗班事实上也办了很多。其实在气候变迁还有这个环境议题跟会发生的一些天然灾害，对我们一些人道援助的计划好像也会有一些要应对。人道援助计划里面，它在废弃物里面，比如说在约旦的阿兹拉克，它也是针对难民，那就教他们怎么样做垃圾分级，然后减量再回收利用，甚至教他们怎么样做绿肥，等等，另外就是刚讲到这个跟欧盟的绿色能源，也是一样的，第四就是把它的垃圾变成能源，怎么样分类，对，然后变成能源再利用，然后隔壁刚好有一个发电厂可以产生能源的供应3%的大安曼斯所需要的这个能源。那另外你知道在中美洲地方，在洪都拉斯甘蔗走廊，它事实上也是列示一种防灾减灾，因为它每一年里面总有一段时间，它是缺水的，就是旱灾，对，那现在要怎么样它可以收集水，然后防止这个水分的流失蒸发等等，甚至于在这个地底下盖相关储水的这些设施里面。其实我们要面临这些气候变迁环境议题的挑战，除了政府要努力投入一些不管在政策和制度面向的做法，你有没有就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日常生活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日常生活一些环保的概念的建立，或者是政府需不需要就是把一般企业他们应该要善尽社会责任，对，对于环境保护的议题要重视，你有什么呼吁？对，像欧盟的那些绿色能源里面，我们就把台湾的厂商带到中东欧跟中亚，这个摩尔多瓦、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些的这个城市，有关于这个有ED的这个部分的能源的，那这个民间的企业
可以往这个部分呢去做发展、然后开拓、我们提到就是所谓 CSR 的这个社会企业责任、也就是说以现在来讲，我们在 SDG 特别提到，因为如果单纯靠公部门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公司部门的合作。那合作就是不管从刚才提到 MDG 第七项跟环境有关的这个指标，还有 SDG 里面很多项其实都跟环境啊，然后永续发展、能源等等的相关。那台湾在对于做国际援助方面，为了要扣接这些国际的这些趋势跟这些永续发展目标，我们怎么做策略推动？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MDG SDG 的这个进程里面，刚刚也提到过有好几个，现在就是我们跟合作国家最重要就是站在合作的立场，比如说像这个 UNFC 在巴黎气候协议当中的曾经有公布，就是所谓 GEF 全球环境基金呢，就是要先进国家一年要提出1000亿美金来帮助这些开发中国家来应付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台湾就跟我们的伙伴国家呢共同来提案呢，然后跟 GEF 来提供，就是这个希望有这个经费方面的资源，然后它的受益力量是在我们的合作国家里面呢，去做一些有关的气候变迁的调适的问题，还有防灾减灾的类似这个，所以一个站在一个这个合作的立场，当然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合作国家，它也是针对它的各自环境的发展里面的需求，然后提出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深入的评估，大家来共同发展，往这个方面去做。我想这是一个正道，一个正途。对，当然我们如果说要在这个国际间呢能够生存的话，更重要就是我们要参与 UNFCCC，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它的会员国，不过我们每一年由环保署跟这个工研院呢都组了庞大的代表团， ICDF 也是一样，国会也会参与一些周边会议，对，这个我们都不会少，因为只要是在国际的这个 visibility 比如说马绍这个计划在 COP23 也曾经在周边会里面呢有做分享出来，对对对，变成我们就是台湾协助国际间对抗气候变迁在环境议题上的努力，对，那证明台湾 can help。 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 Our Ocean Conference， 这 conference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还是要参与因为这是对整个海洋世界的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保护，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跟环境议题有关的国际会议。对对，经济呢、社会、环境相关的三个面向是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最聚焦的部分。并且要达成永续发展目标，环境的保护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环境领域在国际援助领域工作和其他领域不同，在于我们在援助其他的过程中，身为地球一份子的我们也同时受益。那下一期李副局长将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人道援助。人道援助，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好，谢谢。听说您说的那个就是2°C 摄氏2°C 跟1.5°C 到0.5°C 有什么差别？因为差0.5°C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光零点五，这个零点五。